安排了船送你们离开。 装模作样，你跟我们约定一楼中立，你疏远大款决定谁得明月，为何又出尔反尔帮他们逃走？我有这样说过吗？啊？哎呀，我想我也是得了失忆症了。你这分明是耍我们！到底明月去了哪里？对，上船了，上船了！大家稍安勿躁。 虽然人多，
但朱老板也没必要派这么多船来接我们吧。宇文杰，你是不是人呢？她可是你的侄女啊。不错，她是我的侄女，不过她也是宇文普的女儿啊。只要我得到明月宫的武功和宝藏，我就能重振不二庄。双双，对不起了，我这么做是不得已的。卑鄙！快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快把明月交出来。对不起，我不能不这么做。你放心，我会为我做的事负责，我会用我的血洗脱我的罪。别这样，无忌，你不要做傻事。常大哥，对不起，好好照顾双双。来吧。无忌，你真是傻了。他傻是因为他有爱，你有吗？在你的心里有的只是权力跟仇恨，所以他的行为你是不会明白的。说得不错，我不明白，我也不想明白。来吧无忌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他们一定在附近，快分头找。我们快走。走吧。生的心血都毁了，你千万不可以这么说。哎，先别说这些了，他们就快追下来了，快走吧。我们往这边走，走吧。哎，你们看，这就是邪恶林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静怡。啊？我们后有追兵。这是唯一的生路，可是走入瘴气林也是死路啊。我知道，可是每一年的秋天这里的瘴气会较稀薄，趁这个时候进去是最安全的。我算过了，今日辰时是入林的最佳时机，错过了就要再等十天。现在刚好是辰时，我们快走吧。